你不能搭371，你大概9:17就要到，因为昨天我有一个小姐姐送到站的，太有趣了，她说三七太可怕了，一下车一样，一个人就排了，哇，一百公里，那你就9:00就越早越好，我看到那个温暖大堂，现在都不能等，等哪来急啊？忍耐一下，听金轮就下车了，对的，金轮那一段还不错。电人到台东了，还是有海岸路跟你看，等一下去好，记得。我是光哥列车长，来办你讲的1月30号。那个瑞芳站，瑞芳站，8:54出发的是605B，605次啦，叫燕青号树林的折叠门教室与光号，以及415次叫燕青号芙蓉的区域检测，用8:00、8:00的桥墩。在瑞芳站上，关闭车门准备洗。拜拜，我的415次机用沿线开往芙蓉的 8:15、8:16小圈的德罗纳斯里奥。好，拜拜，就那样，干哥子，再见。